这个桥梁是用来桥面用来那个高超高性能混凝土，就是我们俗称的 UHPC， 这在我们国内属于一种新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材料，这也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自主研发，它就很少的一个厚度情况下，它可达到很高的一种承载力的一个要求。第二，它耐磨，它可以在同样的车辆行驶情况下，它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整个双流长江大桥建成之后，对于我们整个武汉的都市圈环线，整个六环线的交通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也是作为我们武汉新洲区跟我们鄂州华容区的一个重要的过江通道。